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阿明。自这人盖古锥，定来讲啊，会做是福气，未做就晦气，啊，无做了气，所以讲啊，做到最后是口气。啊，咱今日特别来宾，就是用着这种把握当下的精神，勇敢做自这人。什么人呢？热情的掌声，欢迎来自后山台东区的林淑媛师姐来捧场过来。欢迎林师姐，各位到位，欢迎。王庆和师兄，昂莫港西猫，还有一二三三位亲友团，包含淑媛师姐的资深委员亲子师姐，啊，跟我们打开来。今年63岁的淑媛师姐，不是医生，也不是护士，她的心中背景啊，跟医疗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过10年前，2003年开始，她承担了台东区的慈济仁医会干事，就是联络窗口。大家都要对着医护人员、志工菩萨上山落爱四界去啊，连绿岛男女也都去呢，帮助了很多身体有病痛的乡亲啊，可以离苦得乐，身体更加勇敢。都是你讲去年啊，一出了车祸呢，脑震荡啊，无休偌久嘛，赶快出来做志工。而且他不仅温暖大家的心，还温暖大家的胃。好，来讲呢，我们来看林淑媛师姐，各有做，各八道。转法轮也转十轮的故事。但是昨天摘的，昨天去我们家园里摘的。高丽菜，高丽菜啊，高丽菜苗。每逢慈济东区仁医会义诊的前一天，负责相继长出的慈济志工林淑媛都得提前做准备。2003年开始投入做香鸡，10年经验的累积，他总能很快构思好菜单，前往果菜市场采买。差不多7、8条，毛豆，像是的下去就小，咖喱分量。采买这一天的一个月前，林淑媛才发生车祸，在台东市骑车遭人后方追撞，造成脑震荡。才刚痊愈没多久，她立刻又为仁医会义诊做准备，忙碌起来。可以呀，可以呀。要不然他们躺在床铺上，比出来更痛苦，要出来动，该做的事还是要做。所有的蔬果强调新鲜，每一样他们都亲自细细挑选。这是好吃啊，啊，这偌济？它俗啊。像这样一箱300块也是蛮便宜，而且它的甜度也蛮不错的啦。先吃看看好不好吃，再。一家人要共餐的，一家人要用的，找最便宜的，啊，又好吃的。每一次仁医会义诊，至少要准备80到100人份的餐饮。为了让仁医会成员吃得健康，林淑媛也会特地到野菜专区选购小农自己栽种的无毒有机蔬果。哎，放心的哟。Hello， 明仔要义诊。哦，好好好。又以为零了，对，又以为当差评分。塑料行的老板也是慈济人，知道林淑媛负责仁医会香鸡，许连宗夫妻俩总是全力支持，免费提供所需的食材。因为我在卖素食啊，推广素食啊，何况我们用仁医会啊，他们那医师啦、护士他们很辛苦嘛，啊，师兄师姐大家都这样奉献。啊，我是表达一点的心意啦。哇，菜来了！包柜
买一罐倒，啊一罐会当落去煮汤、冷汤。大家知道淑媛师姐才刚出车祸，所有志工主动前来帮忙，前来义诊的中医师也主动提醒她有空就来接受治疗。你就来讲啦，对啊，我带两个仔，你也干不了。先把它炒好，我再去蒸，要不然我不放心。先把它炒好，弄一下，一下下而已。一天就好的话塑料的豆包，嘿，豆包，嘿，伊无钱嘛，有钱无钱拢无要紧，拢总买。啊，你甲村子讲，叫人去菜市遐买。啊，今天就少一包啊。看有多少。又不管它有没有炸好的，没有炸好全部买回来，差不多300块，300块左右都300-400块都可以。啊，你想要贴贴布啊？咱天啊，我懂得贴贴布，要贴多久啊？昨天晚上贴的，拔掉了啦，车祸造成颈部僵硬的后遗症，林淑媛只得努力跟身体的病痛和平相处。针灸完又马上回到厨房继续忙碌，因为这一天不只是仁医会义诊，也同时是环保志工围炉聚餐。林淑媛就像个妈妈一样，总是希望亲手做的料理不只能喂饱每一个人的胃，也能暖和每一个人的心。真的很感恩他们，都让我们每次来义诊的时候吃的真的很饱，而且最主要是真的很高兴的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料理。就像我待会针灸的时候会更有力气，对啊，而且吃这个能很开心的话，针灸会比较有效。每次最让我感动的，就让我发喜的那一刻是什么？就是大家轮流来用餐，然后一家人用餐的那种，家人用餐的那种感觉，他们美食吃在嘴里，哎，快脆切老球吼，那个时候会飞到我的心，我就会看，我就好喜欢当下那个感觉，你打开那个球，外心嘛的球，会会我的心一笑，真的，那个感觉就是家人共聚的幸福。用餐喽。看别人欢喜啊，咱嘛该欢喜吼。你就知影为啥我开场的时候讲啊，过佛祖、过八道、转法轮，也要转十轮啊，真正无简单呢。哇，境界拢遮尼济人同齐用餐啊吼。啊，奈讲我遮你目眶红红啊，想着啥呀？啊，还好我还有机会。安尼吼，还好还有机会。还好我还有机会，要不然来一撞。嗯，就结束了，我什么都做不到了。去年的11月26号，礼拜一哦，拜法华经。师姐参加完了这个礼拜法华经之后，骑着她可爱的摩托车要回去，结果哪知影几乎一个人开车弄到，太严重。太严重。在急诊室多少一天了，后来送去慈济关山慈济医院急诊。家务病房住了一个礼拜，一两天，住了两天，转普通病房，住了又住了好几天这样。对，啊，那个人有跟你回信嘞不？有啦，他蛮有诚意的。我说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事情都过了，啊，剧本上有写说你喊我来修崩，啊，崩鬼啊的，终于亲手的话盖的后啊，大家都平安，那才是最好的事。相逢自是有缘呐，啊，啊啊。有给你背相还是怎样？有买一台新的奥托拜。所以你那个奥托拜完全撞坏了，坏了都不能骑了。阿哥包10万块的红包给我，伊讲啊，我讲红包我要改用伊的名奉献出去。我管好主持啊，嘿，就是讲伊除了背你一台新的奥托税机车以外，佮包10万块红包要给你带件。结果你拿了10万块，用他的名义，捐给慈济，对，帮他植福大家。恶缘西转善良缘了，对，大家都平安。包含咱都啊，你去塑料店、塑料店采买的时候，那个师兄啊，头家啊，其实把咱做这事情讲得
好好客气啊，啊没有啦，感恩大家，所以我们一点点心意啦。结果啊，是啥物咧？今仔日头家顾店，头家娘来啊，咱来问看头家娘，咱来瑞皇师姐啊，啊，师兄所谓的一点心意，其实是怎么样啊？其实上人都是说，要不辛苦去挣钱，爱给好人诶。是。尤其这个大医院啊，吼，因拢这么啊辛苦，安尼上山下海，在为偏远地区的那个，这些贫户在看诊啊，吼。真的，我们只是一点点的心意而已。那还是一样哦，跟先生讲的话一样，一点点心意而已。结果是什么？伊无多出去帮忙现场，啊，伊就是甲遐塑料含大家结缘啊。啊，无收钱的意思就对啦。嘿啦嘿。讲啊白就好啦，啊哈呢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就是透过他们的手，透过他们相机菩萨的手，跟这一群有缘的人结善缘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感恩淑远师姐啊，哈，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啊，你好客气。其实就是安尼啦，不怪吼，人讲世间在工地在，大家拢会来，就是安尼广结善缘，吼。比如讲你安尼做参与仁义会联络窗口十年啊嘛，啊你买道三工煮香鸡啊，我煮煮了看嘞，你无简单嘞，各式的锅碗瓢盆，甚至瓦斯桶、快速炉，你拢会穿便便啊？迄种野炊用具啊。哇，啊你都苦人就好啊，你搁穿这个机械工具哦？咱要做红看。那每当有一直成功、啊，对，所以不管上山落海，啊，即摆恁孙兄买到三工啊，听讲你嘛过海哦，去到倒啊？去绿岛。绿岛哦。因为有一些他们比较没有办法，就是讲机关，机关三个没办法写，要照丢地沙哈，好没办法出名，给方便。哦，以前曾经在县政府服务过，总是有一些人脉交情，那大家就像朋友一样来互动交流了。总共一句你嘛，啊，娶好某，干下三个天工作啊，嫁好人，生活盖轻松。因为你要做这了，大家能够认同同一个理念，做起来就更如鱼得水。对。师姐其实啊，除了这个去年发生车祸之外啊，几年前她也得到了C型肝炎，打了半年的干扰素啊，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验啊。更让她觉得她要忏悔的是，曾经夫妻俩卖了6年的羊肉炉，怎么样走过那段为了经济而造这个业，她如何来弥补那段的空缺呢？我们看下面这段影片。一个当归羊肉面线，一个姜丝羊肉汤面。林淑媛20岁结婚后与丈夫一起做生意，其中曾有6年的时间经营羊肉炉。因为生活日夜颠倒的关系，身体健康越来越差。尽管又忙又累，却没有停止每个月初一十五到寺庙祈福的习惯。就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初一十五就喜欢往寺庙里面跑。然后买水果、买鲜花，享受那种宁静。能进到寺庙，心里就很安静、很安静、很清凉。也因为这样的因缘，让林淑媛在1988年认识了慈济志工刘清子，在他的引荐下认识慈济，2年后正式成为慈济委员。信仰的力量让林淑媛开始思考，不能再卖荤食了。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在忙，还是在做生意，还是日夜颠倒，所以这中间浪费了差不多有5、6年都没有办法承接到任何慈济的那种责任，完全没有。虽然已经受证了，然后重新研究发愿，已经接触到佛法了，不能再做这种分的生意了，就是菩萨，我要转业。我诚心诚意，我恳求，我要转业，我要转业，让我转业成功。真的好感恩，真的好感恩，我终于可以把这个分的店把它收起来，然后完全是一个清净的心，一个清净没有负担、没有挂碍的那种心，可以做家事，可以做职业。结束羊肉炉生意后，林淑媛的儿子也在努力下考上了代书，两个许下已久的心愿终于达成。
个性充满正义感的他，也因为走进慈济，改变原本太过执着的刚毅个性，慢慢变得更圆融。因为释怀了，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，法入心，然后呈现出来的不一样啊，我都没去执着。嘛，别去思维个汉尼分明啊，按照家家的心照顾好，安尼就好啊。阿姐，你做好不？有啊，好多谢啊。感恩。啊，该做的代志你就甲做，啊，唔免去问过程，过程迄就是咱的本分事，咱有承担对吧？有做好不？时效之内你有没有完成？其他大家不要去在意，你有家己管好无？家己做好无？迄上重要。2000年，林淑媛开始担任台东国髓干事。因应各种突发状况，她得随时待命。目前在台东县骨髓志愿捐赠者超过300位，其中有17名配对成功，并且成功捐赠的捐髓者。在台东卫生所上班的郭燕玲，一个人就捐了2次，一次捐骨髓，一次捐淋巴球。救人一命，无损己身这件事，她就是最好的见证。因为捐出淋巴球后的第二年，他就生下了一对可爱的龙凤胎。姨婆，姨婆，姨婆是谁？是我。喜不喜欢姨婆？喜欢。喜欢，有没有爱姨婆？有。谁比较爱？我。因为捐髓结下的好姻缘，林淑媛师姐成为这家人最爱的姨婆婆。哦，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错了。紫色。对，答对了。林淑媛和郭燕玲的好感情，像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，也像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一个坐在椅子上，一个坐在床上，这样子对着哭这样，然后她也不能吃，我也不能吃，很不舍，很不舍。两个都不认识的人，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捐髓，这种爱，这种无私，把他们搭在一起，啊，我又被他这种爱的付出，那感动就好痛苦。你知道可以忍这么多痛苦，而且就是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，为了不认识的人的生命的家庭。哦，我真的是每一个君子就是会揪我的心。对，他们在人生旅途上相知相惜，彼此支持鼓励，一切都因为随缘。他现在长大，他就要进来，你要协助你。对啊，你学生的去吧，手牵手。对，真的要帮忙啊！你有使命哦。有，反正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样的感情嘛，就从92年，到现在，你看。啊，前辈子结的好缘。对，前辈子结的好缘，我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。你是讲挂名哟。笑容分成很多种啊，一种是喜极而泣啊，另外一种是啊，说不出来的欢喜啦。哦，你看了安尼，人一旦救把人，阿卡里妈捐了髓之后，自己的身体更健康，生了龙凤胎呢。对呀，啊，这真的不简单啊。哦，所以我在这里，很大声，啊，也很诚恳的呼吁，只要你满18岁到45岁，只要有慈济有验血和活动，是都欢迎大家来参加，参加抢救生命的那一位。两公给你，2013年，你又遇到感人的捐髓故事了。这个捐者真的是，一接到咱的比对通知的电话时阵吼，伊是心情上沮丧的时阵，刚好他的阿嬷，最亲爱的阿嬷往生，还有最要好的一个同学。往生哇，所以他心情非常低落哇。啊，接到电话时阵，伊当下讲，走掉两个，我一定要救一个回来。哎，很感恩，也祝福他。阿公的生命真的是无价了。我都要讲嘛，师姐曾经跟师兄卖了6年的羊肉炉，那好险，在还没开始卖之前，你就自己常去佛寺啊，会去礼佛，然后也在海山寺。认识了你的资深委员啦，啊，青子师姐啦，青子师姐，您看她本性真好对吧？对，在善良。她没有因为说遇到什么挫折，然后她就打退堂鼓，还是退度心的，她还是勇往直前。你在1990年也受赠慈济委员啦，不过在那一年也开始做
他落乳的声音了。你那时候应该心里很煎熬，很挣扎了。那个时候还不懂，嗯，那时候还不懂，还没有进入佛法里面的意义还没有啊，但是经济我都爱赚钱啊，我爱生活啊，好啊，所以就是朋友介绍，那时候也真的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，就跟朋友借了一个7万块买身材器具，开始做羊卧炉。哦，嘿，就叫一开始买开店的遐，嘛无钱，嘛无钱，开始嘛是讲借钱，借钱，嘿，对，啊，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做了6年的生意，然后亲子师姐她就是还是会关怀我啊，然后我从心里就一直发愿了，就发愿，嗯，请求佛菩萨让我赶快转业，嗯，后来姻缘真的就也成熟了，嗯，租约到期啦，经济也慢慢改善了，干脆就不要做了，就不要再卖羊肉炉了，所以来做盖布啊。对对对，哦，嗯，包含你发现息型肝炎哦，对啊，一概你安怎平安度过那一关？一概啊，我就跟我的身体对话说，嗯，你今仔日嘞得到这种病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无好我照顾你，啊，你也安尼，我欣然接受。哦，但是啊，我这么邀请你，邀请你好，我做会来做好代志，所以你就把心交给菩萨，把身体交给大医王。对，我要请干门你的主治医师啊。胡志堂医师，那你也精湛的医术。花莲慈济医院肝胆肠胃科的主任啊，胡志堂医师啊，哈，真要改感恩啊，真的很感恩。凡事都在感恩中不断的时光流逝哦。那那亲子师姐是在立马加固啊，亲子师姐委员编号208号、啊。是的，你看这位比你刚看礼拜主持人，你在他身上学到了什么？有什么要给他祝福赞叹的？我觉得我对石岩师姐，嗯，我是与有荣焉呐。嗯，然后他的这个主治能力哈，啊，这个执行，因为他跟人家结好缘嘛，嗯，那当然这个执行能力就很好啊，是，说都很顺利，很顺畅啊，嗯，啊，我觉得说石岩师姐哈，她应该是有牢记的我们上人所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说行善不能等啊，哦，我要向她学习才对啊，孙亚，真正甲你感恩，虽然你无穿着咱主持的制服啊，不过真正是最大的好法啦。主持人说今天要用全世界都看到的机会跟你说感恩啊，感恩感恩感恩，嫁给他让我做主持，嗯，这就是最感恩的所在，啊，我这辈子的贵人就是我的家母亲子师姐，欸，引进我的世纪，哦，让我这辈子来无白来，嗯，让我人生是彩色的，嗯，啊，感恩我的师兄一生就让我可以做主持，啊，我尽量甲处理，够好，够好，嗯，嘿，让伊安心，对，啊嘛，多伊，接应人侪出来。我甲邀请讲，我今要甲，甲这么多见证人，哎，见证之下，要邀请伊来吼，伊讲我，甲主持排第一，甲伊排第二，我今要招伊两个拢第一，来环保，来环保掉，看伊要分类，我胖还是我胖伊分类。来做大一台头家啦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，不过我们就常看一二就好了，珍惜现在还有健康的身体，多多来付出，就像师姐广结善缘在成佛前啊，祝福你越来越健康，也感恩师兄的护持，也感恩三位亲友团啊，大家专工为大家等来，感恩大家，谢谢，嗯，谢谢，感恩感恩感恩。